好用，我大 S 婆婆，大 S 婆婆。哎，帕森，现在你是大 S 前婆婆，前婆婆了。大 S 前婆婆当然被酸，天天开直播，暴气回呛网友。大 S 和汪小菲离婚后，人家现在已开开心心迎接第二春，老公居居也更成为全民 hero。而她的前婆婆张然日前开直播，网友又关心起她前儿媳妇婚姻话题。大 S 离婚是不是因为婆媳关系不好？兰姐还是要回来2022。兰姐有两个孙子，一个孙女儿，一个孙子啊，孩子跟妈妈非常对呀。我想问问宝宝们啊，你们都是当妈妈的，如果你婆婆把孩子强行拿走了，你愿意吗？我生生的就从您身边给带走了，远隔千山万水。您愿意吗？您愿意吗？可以让孩子千山万水的去找奶奶去。一开始张兰还好声好气回应网友，但之后却被很酸，心很大，天天直播。张兰忍无可忍回呛，大 S 嫁的是汪小菲，结婚十年我有我的家，他也没和我住在一起，哪来的矛盾？还说小菲大 S 无法走到最后是因为两口子过不下去了，和感情有关系，和婆婆永远没关系。朋友说兰姐您别往心里去啊，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，什么事往心里去啊，还真不知道。咱遇到难念经咱不念不就完了吗？嘿嘿，兰姐你还是走心了耶。兰姐哭，你让兰姐哭那就比登泰山还难，大风大浪都闯过来了，兰姐从来，我跟你说，女人不是靠眼泪获得别人的同情的，知道吗？你让兰姐哭那就比登泰山还难。红妈，红妈，别哭！是说鞠婧祎日前隔离出关，直奔老婆大 S 家，这张兰又被网友问前媳妇就要洞房花烛夜了，谁笑到最后谁才是赢，知道吧？咱们就咱们的日子每天的过得有滋有味的就行了，过得有滋有味的就行了，过得有滋有味的就行了。